今天晚上有个 cosplay party， 一起去啊？不去。不就是因为苏慕云吗？不要因为一棵树就放弃整片森林，想开点儿。我想不开，哼，谁昨天在我家里哭得像狗一样？那就算我上一秒跟小绿寻分手了，下一秒也能找到一个金城武，无缝衔接，就不算失恋。金城武在哪儿呢？我的直觉告诉我。 就在今天的cosplay party上。哎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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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起去。我想睡觉。这儿。啊，我有想离开的冲动。左边，左边。 要不回去吧，都不认识。那有什么，玩一会儿就认识了。哎，好吧。哎，你少喝点吧。没事儿，开心了玩啊。来。 能不能笑一个啊，桃花妖姐姐，我们在开 party， 笑一下。欢迎光临。哎，小哥哥，我们这是 cosplay 主题的 party， 您没有换装是不可以进去的。欢迎光临。附近有卖衣服的吗？路口右转有一家动漫周边店，这个时候可能快关门了，要不你赶紧去看一下吧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 去趟洗手间啊！嗯，好。